第一首，你要介绍一下。哦，这首叫做《安平非常曲》，对吗？你就要以它开场的吧？对，好。然后呢？哦，这其实是我小时候唱的歌，然后我很惭愧，我还是没有把它背熟，所以我那个头壳有点坏掉，记忆力受损。头壳没有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坏掉，可能就记忆天生不好。那个网络上面说的都是真的。要吃银杏，喜欢捐银杏给我。反正就是小时候，就是常跟爸爸去那个小吃店，就是他很喜欢唱歌，然后因为就我没有妈妈可以顾，所以我就得跟他到处跑来跑去，然后我就是有点烦，就是好好要听你放这些，对，然后。所以我也没事做，所以就跟他一起唱的，然后就比我跟他男女对唱之类的，唱针线情啊什么的，缘分，然后就很尴尬。可是后来就算了。那还有那个就是卡拉 OK 的那个坐台阿姨就说：“哎，这是你新的女朋友，我们今天喜欢卡拉 OK 啊。”就这样。好，所以就是我小时候有一些回忆歌曲，然后大概安平非常曲。
对。